分开了之后，我们到200米之后是打一个脉冲来，相当于抬轨，使这个轨道比空间站的轨道要高一些。货运飞船会逐渐变到空间站的后面，会有一个相位差，相当于是一个安全距离，才能够使这个实验舱一能够安全对接。确认完没有问题了之后，天舟三号就相当于是这个完成了一个独立飞行的这个任务，降到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的椭圆轨道，然后再打第二个脉冲降到100公里以下，这时候就已经进入大气层了，然后它就会减速销毁，落入这个南太平洋区域，也是一个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航天器载入区域。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，那一天使用个100次千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，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